咱即个病病出了，互咱会当带方收益，会当互你初步，会当互你赢，会当互你做你家己事业，会当互你赚钱来做，会当互你去做你普通的工作，安尼叫做哪？在家里出家，在家里出家，在家里出家修行人呐，世间同这三种人，一种人叫做哪？心乱，耳听心烦；眼见心乱，耳听心烦。这个世界，世间人，哦，我把心烦的心烦，我挂起来，听下心烦。这世间人，第一种人，进来看看，这个是出家，眼不见，心不乱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我把心哪都烦掉，我心特别乱，我耳朵哪都听到，我心特别烦，所以我一定要顿入空门。我一定要切断阿婆关系，切断一社会当中阿婆的阴霾、阴缘，叫做哪？叫做情结爱舍，这样来切断，是不是安尼？阿婆我切老板快，阿婆切断我，阿婆人跟老板听，阿婆切断有难，这个怎样叫做逃世法？遁入空门法，而且呢，语言也是，什么法？最小心法，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，安尼讲挺有意思。我把心烦，我心袂烦；我耳孔听，我心袂烦。你这个气来，哦，你这个花间有啊，万物是生活，现在嘛，因为花间有啊，是恁在讲的，我心里顶在无花间有啊，这个意思嘛。我眼看我心不乱啊，我耳就耳听我心不烦啊。然后像什么，这种行为比人高点，真正是要干干的。你真正。真正火起去炼丹的，阿母好，爸囝好，事业好，会好到走投无路，我都足清醒嘞，啊一点资源我才去搞嘞，不然全部袂使，啊全部无钱嘞，啊在咧变变骗，啊来变，啊我都你先借我，我马上卖钱，到我都马上入去，啊就先来抢袂当来讲嘞，你收银人毋是袂使讲袂使，袂使讲袂使，人无得。哦，人无钱就白差个，我来啦，是咪买来着啦？无钱，无财，无钱，无那白差是嘛？哦，无钱，无钱就白差啊啦，无那有那个，哦，即个意思你来讲，今日一定会去你面谈，就是简单，所以咱逐日业地主逐日较爱着，现在面到尾逐日拢出叫出钱，为讲啥？你管到较好个当中。那是我在照顾哦，在照顾人说嘛，哎，照顾到心里面，到心里面我不便宜嘞，这种是家庭失败，啊，那去出事，啊，破，那是我别来，破破离婚，连婚姻破，弄成钱发展物件，我别亏。你有法度来真正坚持这个条，所以真正热情的人在当中，你会把一切的事项，你来平等性的。变化是应该，所以呢，修行在内底当中，真正该最相信这句话。但是你来真正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，你也得开始意见。那么你当这意见来，你们都不及格。哦，所以呢，最相信话，按最相信话恁知啦吼，最相信话就是公司的吼，就是公司的，就是讲对实地跟地面的开始，就是对地面的开始，这是搞。好，到这家来，所以讲，所以该修，所以恁给恁修就是一技，哦，一直做那会，啊，万八的超人，这个慧心一触电，慧心一触电。但这些大意念，咱就是到大乘地时，咱有这意念的，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咱都会见的，多少意念能够在世间都出现。
世间有万教，有万教啊，足侪教啊，个人面面拢无相像啊。为是走边个？为是走边？即个啊，叫即个啊，即个啊，叫顺流往前去。啊，为我走边迄个跳板去，为走边迄个哦，即个拱门去，个人面面拢无相像。但是，我甲你讲，所有因缘，因为什么思想，就是你会当明心见性，见性是要即个是实在最上善因缘。其外拢总是一个出入道场，正是世间块物件。即种会当互你真正明心见性，安尼人欲望的严重嘛，啊，相对愈弱。所以今日会当解脱这个所在，咱就是含善。但善知识为念，换一个解释讲，今日咱会当学咱经个书，大家今日即个经验，咱今日是做好运。我相信讲，有足侪人，因为伊嘛想要分析个，但是伊念无成就会当来，咱是太过，但咱是即个叫大量来做个实际经验。虽然因大家因为伊咧学啊。伊咧行了了对待生活，伊嘛是足认真嘞，嘛是足积极个嘞。但是听一个三年，然后对了了，为了人定三年，你听好无？嗯，听好。一贯都三年，但是伊虽然嘛是拢合上心安尼，但是听了三年尔就走。嗯。含呢，但是先知识这个一年，一年了讲，地形要好。听到炮声尔，就开始做。所以，你今日去，你真正得到要紧啊，收到要紧啊，得到这个大成利息这个话，唔是大家拢好讲的。所以，你得讲了，好，事实的利息有第一点，就是你今日给我输，大家是有机会。咱是有这个大成一年，一所一年，咱来当你的说法，所以大概对自己的学习。所以我想讲，《金刚经》的第六本内底，当你是人，故一佛、二佛、三世五佛、二净善根，你有千般无量佛所证诸善根。当你是人，就是讲爱了解咱这边人。有阵啊，说我哋讲啊，你查这边人，因为因这边人唔是无原因，因这边人已经有供养无善佛，是过去有修过。修过无善，迄个佛的因缘来，甚至于已有千万苦的佛，拢有叫佛过来，拢有修这个佛过来啊。咱今日带人悟到咱第一天道降世，悟到跟我说的这个大善地心这个因缘，所以后面来讲修善地心大因缘，所谓化名得见性。各位，化名得见性这句话。真是简单，无你啊看，我拄则讲，世界真个顺流当中，真个万道皆法，后生去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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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生搞，讲袂了去搞。暗时呢，讲人嘛，讲出来，讲人嘛，规日甲出地。但是迄个咱毋捌，咱上界着个就是讲，你讲个啥物件，是毋是对我心性？对我心性会当真正得到建成修福这个法门，你若我得到建成修福这个法门，会当真正把这传给我，我拢能信。但是你若我讲是绝对的飞天正的，你可能是哦，拢是靠老想命。这款物件你讲无去拍，现在社会老讲五六千人比咱还老讲，现在电视台吼有所谓的。什么法师，哦，什么心海罗盘，你讲来拢比你高了讲。但是真正，你事业要建设，对啥？我甲你讲过，迄种人讲的，诶，咱就点来说，咱来标一下下来。好、哦，把这个祖宗那个意识，请我整个程序把带过来。好、哦，叫你点看佛灯，一直中央位移。万八的超人，一记中龙腿哦，你万八的超人哦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对不对？到底，
真正身软如棉，动不停思，想不透，动不停思，因为今仔日冬天四季袂冷，夏天四季袂臭，啊，这是事实。这款的物件，伊透这大，伊透这样个水源，咱今日都有认知，头顶天命，心甘情愿，上天堂这个天命，什么人我都不做这个物件。啊，你要做这个物件，那不是有应这个机来，你头我都不负责。所以我想讲，过去佛教2500，离佛教3000年内底当中，到这个当中我无达，我无法。我2560年做末法时期，咱怎样？你咧过一经，我过去常在讲。明日，迄个都不得讲，这过一经，过一菩萨这人讲，伊在个讲，明日我护送你，当正法必时，你当何去何去报不灵等等，这是过一经来对讲。跟你讲起来，就讲比你牛，分发别无法的时阵，我是咧面临做数的正法时阵，那我理解的当中都好咧注意。那个顶文书去领受天命，也予咱今日一记中归。当前这是真阳光，哦，真水真火一俱全，已经足你一条路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二目同神的发现。煞煞头痛，煞煞头痛，暗暗光明的头痛打了，西天虽远，就请得到。一直中央会挂了八和超人，新人那来攻击的分会，你洗得更强的名将，新人那攻击的分会，无人那来攻击的分会。但是这款工作未少，你都未顾及哦。恁过去恁是的，有一个默默点来说，一年一节的人才，一节的人才，快干掉。今一个当时做两三工，50块要爱60块啦。看人爱点，有60块人收，有60块人收，伊嘛去训练一组人才咧。啊，会点请到去陪陪咧吼，伊嘛是要去点。点点一支手仔种下，一支手仔种下啦。啊，即个过去帮伊输下伊迄个经验过来，到尾惊着，一支镜头从唔慢就点，一支镜头从种下，迄咪少袂点钱。你这个店面人，店面的物件害死人，那边都叫做洗头店先，洗头店先一定要有天命灵来对待，当洗头店先。换一个解释，你记得这个炮供，这个炮供要发射来对当中，若无禁止，你发射出去。咱今日咱的手都是参照，咱的动作是参照这个炮供现象，咱的禁止都参照上天荷兰的流云现象。安尼叫做四道见性，所以唔通讲哦，所以化道流于见性，你来悟到点文书，你来悟到现代意象。啊，这台讲啊足清楚，讲啊足清楚，所以那咱化流流见性，所以你若去到好多，讲讲个见性是无应该恁来讲。像讲三生应采，怎么讲西天，搞啊可怜，被修到一阵，见着菩萨都未打得他，你着修到。好千年劫啊！你讲修到阿弥陀佛啦，你修到修成阿罗汉，你就不简单。你要修到菩萨，你好可怜，阿罗生活好可怜。你三千多人修到修到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你修到我无问题，你修到阿弥陀佛界的迄个都三千个内底当中，迄不是简单的事。你讲他修成阿罗汉，你讲菩萨，你讲摩诃萨，这个听到他好可怜，所以让你不。今天回想，我咧甲你讲，公司拢讲白嘛，你拢凊彩讲讲，也是有影无影。其实，咱做着前辈者，我一定想得当，含复我印证拢拢相像，怕咩恶？今日咱若安尼做，咱过去千年，过去顶份是过去老千年，伊若真正无事实害死人，因迄顿会达到凄惨啊！咱有听着讲多凄惨？哦，即一顿个咱有听讲多凄惨？关到八关，老天爷关到八关，哦，咱陈前年啊，五秀在先，陈经理啊，如电，什么经，如电，哦，在先，咱周店的孙啊，哦，周大仙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日今，得经必经，天命经，我们这办的不是，
一般对世间的人咧讲这物件，所以咱一定要相信吼。所以灵道化灵的见性，一切显法因缘，因缘因显地性灵法起故，一切显法因显地性灵法起故，这句话正重要。一切因缘，一切显法的因因啦吼。这一切显的因，这是因靠是个呢，你就是头先，个就是后边的。换个解释，你会当入来这个求道，会当得到灵书，会当接受到你的点的书，这因缘，又是因来的，是不是？你过去若是修啦，你过去若是种这因缘啦，无可能。真正话吼，你免甲讲每句伊的求道，伊我操心。回来，甲你看看这道怎么样？真正回来，你求嘞吼，咱修仙人，伊咧刚才讲咩？讲伊迄个叫新加坡点一个医生，你明仔日念咧吼，我你慢慢念对啊。修仙人加一个，啊，你多少下？加一个，然后抓一个，一个水，你看接唔接？啊，因医生因医师拢是市场拢是低吧，我太低。啊！因后生要接受伊的事业，要继续打拼。伊说讲后生来，我安尼周杰伦嘛继续把文念好了，伊是做了，伊讲要求，啊，我好好的，好的，好的爽。周杰伦讲，我要靠在海岛了。哦，阿弥，一个单经理小想我才管，咱想咱单经理，伊从两个想安尼啊，家己也袂着。迄个人是 A A 啊，两三三的，其实老师 A A 啊，其实我本身我冇买着，因为其实我学分嘛，啊你上面老师会学分，那嘛是伊要成就了。所以经过周杰伦甲咱描述着讲，迄、那个囡仔无乖，三三，但是两个八七个公分的，甲你也抓袂着，你快来就看，到尾也袂着，放好大白，好大白，白就是手安尼，就插个鸡安尼，白啊嘴结较尖尖，啊讲白甲伊感觉。迄个当下讲拢袂，伊个伊安尼结个结，啊即安尼甲规个拢有过，就这两点了。一年伊也都未点，就这讲较惨嘛，拄着即个未点，后壁喏，啊若出问题，警察来出题啊，就麻烦。伊甲讲，迄个叫上天出面，无用来结，啊因即是现在当时一代数一年，啊嘛非常的舒适。到尾印度，啊，印度当中伊讲，我的名要摕倒去，所以就建议我照你的礼俗名摕倒去。啊，那唔停，我爱摕倒去。伊讲你去叫一个，你就你迄阵就给你嘛，你就你袂使去点名字，啊，阿婶袂使点名字，啊，叫一个人来去点名，王爷，所以叫一个迄、那个阿水的什么人去点名点掉的，我误着你身份了。就听呀，就已经，迄人就恢复精神，迄、那个精神来，所以来，我都听。你想迄个求道，迄种的物件，你看吼，迄种的因，无恐怖因，就来上吊的因，你讲遐简单。所以伊甲你讲哦，一切显法，因显地性，缘法起故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一定要有。过去即个善因缘来到即个世间，咱今日去带去无着信仰，无着咱今日去个善法，嘛无着咱今日培养一门个点个数，所以今日去个今日得着即个物件才舒适，咱也好好修，咱也好好修，咱有停车费吼，飞高雄坐火车来，台北是咱目的地对不对？飞高雄坐到台南就落车，飞坐到新南落车。飞一到嘉义落车，飞一到，飞一到台北，伊来到台北就是咱目的地嘛。但是因为飞，坐无不得落车，就甲咱讲个，就因收到拍到收到袂通方便，我拿收到起，我时间唔收起。啊，你甲看，迄、那个今年你看，有啊，你想要讲今年讲个，咱好心个动物。虽然伊咧过个苦因哩，咱求经哩内底当中所有着足济行业，嘛足济考验，嘛足济哦，咱逐个
啊，痛心的代志。反正各位大家老菩萨，坚持到即马不改变，即种的大善知识，即种的因缘，你讲无原因吗？为迄个时阵，咱嘛呾各自拢造出来。咱即马啥物事都在公司心里人啦吼，所以今日袂当而且老心在身，会当无受着过去的人。拢甲你邀，就是代表咱一个个因缘跟着深的对。咱过去相当大个因缘，绝对无少少，所以一定要相信。当然，即、这个一切显法因缘明显地性明发起过，就显地性，即、这个注意在啊，即、这个显单性是明发起来过，针对即个下当下咧时阵建立即个显地性，咱下面有即个因显地性。因为伊会当把咱带时，都变成即个因缘。伊这是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，在人性中问自有，不能自我，自家大善知识时得变成。即段话在咧讲啥物事？三世诸佛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在人中问自有，就变成三世诸佛过去现前甲未来。这个三世诸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甲未来佛，但是三世诸佛十二部经，先讲十二部经，当然头前咧是啥？这个十二部经，就是、包括佛历刚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叫做三宗十二部经，三宗就经宗、律宗、啊律宗叫做三宗，十二部经就包括佛刚四十九年，伊当然伊内底当中呢。哦，伊内底头前少人做着注明啦吼，或是哦，即、这个叫修道人叫做铁经啦吼，伊啊叫做定相啦吼，加尼叫做啊，一基啊吼，弥陀那的因缘，当然即个物件就是所有涵盖即个十二部经内底，哦，贵经藏、律藏、经律、律藏、三藏，包含十二部经拢伫内底。啊，这十二部经内底当中呢，你对一个所在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甲未来佛，拢是对一个所在，伊是拢伫咱在人性中拥有。你有听见听到啥过去？自性，你拥有一切，一切物件无离开咱的自性，咱的自性涵盖一切。那来讲，何其自性，本自苦集性物件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因为这物件拢总无离开你的自性中的物件，你的自性中涵盖这物件，所以唔当一切这个一即一切一切的涵盖了一切物件，拢总无离开你的自性。啊，是伊安那话，恁今日恁今日记得吼，叫微信。所以咱当有分做吼，咱、哦、有分做作些物件。啊，无过去现在未来，伊是三世诸佛就是一世尔，好过去现在未来。这是世间话啦，讲过去现在未来。那你过来在当中，你叫过去现在未来，你自性到过去现在未来，无这个物件。是因为恁人来这个世间，你就来啊，你家就难看，我看我来是，啊这看到相，这个就是。但是你自性中有离开过去现在未来无？伊拢是因，他没有二。哦，十二部经就是一切所有的讲的这个经典。这道理到有离开着你的本性，拢是被迄个因讲出来嘛？啊，无敢会天界挂来嘛？你无离开着你的自性内底，该讲啥？你有足一切物件，啊，你咧讲袂出来，是安怎讲袂出来？是叫咱个无知、咱个迷茫甲砍掉嘞，所以咱这物件发露不出来。如果咱个无知甲迷茫，咱个自性中如果若清净，咱个苦就一切都造出来。今天呢，所以咱想讲一句话：，只谈伊个咧，莫管太阳面；，只谈个家己，咱家己未免太轻，唔通怨叹讲你个自性无方便，因为恁压恁个看了太严重，所以若做直接讲低级，直指人心，渐渐成佛，那是讲这个道理。你莫去往后找，你莫去往后找，去往后找道理个。你会对你自性开始找三宗十二部经，你会找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诸佛，拢是你的自性中。这点
咱一定了解。所以在人性中不自富有，不能自我，需求先，需求先知识，只是空结，啥不自我？先呢不能自我，因为你家己无能力。因为那个，我拄则讲，你看我太轻，你不能够负重啊！是安怎你今日你今日讲不能自我，咱无当自我，咱就无当自我，是甚物原因？原因唔是你别人害你不能自我，是你家己不能自我。咱想讲一句话，土林林禅师想讲一句话：我有明珠，就被尘劳封锁；我有一个明珠，就被尘劳封锁。这个东西唔一样。变成不灵了。今朝晨净光身，就是那，因为迄个把迄个空调迄个物件过开去。今朝晨净光身，就是讲今日去透早起，我用感冒明星起来，照片三十万。因为你的属性在我内底当中，因为涵盖一切物件，所以人讲千江流水是千江万，万里无云是万里天。所以嘛，即句话在讲，不能自我意思，就是咱自己家己识太多，即、这个识，咱华贵是常来讲，即、这个识，上不了票，即、这个识上不了票，即、这个识卡了上清，所以即个识用易用，咱用识来去看，所以识条票，哦，识条票，咱识都识袂懵的，都无少钱。哦，这个计较，这个计较，这个物件，所以你要修为公平，当然你嘛修为公平，所以这个当中呢，哦，不能自我，哦，这个的需求先知识是得方便，若不能自我，咱的需求先知识，哦，就是讲，咱就讲讲，咱需要求咱点么说？把恁习得封建，因为咱选择一记迄个所在，咱会当对迄个所在去封建，咱家己起叫做玄关，玄，迄个玄关就是无形的物件，咱的皮囊就是叫做气，玄关叫做力，咱的皮囊叫做气，咱的嘴叫做舌，力气上三百里目睭尖，所以讲五里千里啊，近近的目睭尖，五里目睭尖，咱。都唔当去目睭前出现个迄个物件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因为无明书，无着明书个内底当中，咱无当只是方便，咱看袂明个对物件。所以透过着这个一年、二十一年了后，把你顿变了个自己个本性。欲自我者，欲自我者，你来当自我，不够个。你这是你家己个物件，你要有啥物件？哦，咱今日阿弟本来就是负责一切物件，你可以优先物件。我今日挂目镜，哦，都去外口咧找目镜。我弟弟啊，都去咧外口咧找你啊。我听有，阿去咧找你，阿唔叫做多言吗？咱家己有分啊，咱都去咧外口咧找分。因为阿弟，你就是无名，你唔当向外名。今日你若有名，明星。他建设了后，你今日感到向往，所以自信自由分何处变成分？自信自由分得自信的分啊，你要去到自信分。所以这点当中，咱做一点来强调，对你家己的修行的当中，哦，唔免得对外口去吹，你对外口吹拢无路用。若一向即位舒他是地识万啊蒙的解脱者。咱真足侪人，足侪人嘛吼，欲用即位师他神的些接着阮接着，拢一定接要往后往后找，所以我真一定是啊，感觉足侪问题，上心的面嘛到有钱，那家庭无咧面，有生活咧袂好势，特别叫哪，要叫第一仙呐、寿命仙呐、要甲你解运呐、要甲你看命啦。要甲你改地理啦，要甲你改风水啦，是毋是拢接电话我咧找这物件？我讲是爱情，是爱情。啊，煞阮老母吼，我呢就看到迄个三合院咯，三合院啊，哦，讲这个叫三合院吼，
哦，安尼嘛吼，这排了吼，叫做广受心了吼，啊，这个叫做哪成就了吼，叫做成就过来。啊，阵个这个厝的内底拢无变数嘛，干物事吼？啊，阮的厝多，阮的外口，这个外口，阮就变数多哩，这个所在。阮这边人拢爱来这个变数对，我爱这个变数，我爱这个变数，你去到古，这人不是讲今日哩，咱的厝楼啊内底拢。因厝内底拢不了因，你想咱互我动到有四根电线在内底，你才会走出外口。但是迄阵时阵呢，有一天，挂树哥，挂树哥尔，挂树哥啦，啊去，就讲，恁这间的人，恁这间厝病，有病痛，啊，阮老母听着，啊，先生，啊，有病痛要安怎？我今日病痛原因就是因为你这根电线。这个变数哦嘞，亲切而好啊！哦，阮老母听着一个吼，伊来讲暗暝啊，人先生甲你个变数哦嘞，啊你今日个无去哦嘞，内底连对着胃疼，对着啥物，对着心，安怎听听？安尼讲听，就信先生，你无去哦嘛就袂使啊！啊，我这个哦嘞，我这个人要变做我胃，安尼讲听，啊大陆你唔知啊？我这个变数大许多，一年还是四年嘞？哦，但是你会使，但是我是，哦，咱而且咧讲，你也无，但是我也无，但是讲，你会喜欢哪部讲？你好，你讲者，我若要逐日咧解落去乌个变数呢？啊，你讲今日这栋厝人敲敲下，咱以后乌乌是唔有影啊？今日去，咱后日变数去然后啊，啊，你今日讲乌个，啊，我这间厝要敲下，我变得乌，啊，无大家都，所以讲唔免电流咪放出来了啦，对不对？我拜托，拜托，都叫老母讲。我讲来，讲来，我哩来讲起吼，你是要甲你讲，你进厝呐，要起起来，要卡起来，你这变作乌清气，安尼就好啦。哦，唔是讲变作乌嘅哈，伊讲哦安尼呢，哦安啦，安尼会使就好，那安尼就好。哦，我是老母，去甲讲讲，我就发现老母就是好。伊逐日嘛咧听，今日就是咧变作还咧听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人就是呐，欲向即位下设知识，哦，望得非常艺术的讲，你着要望到迄个外口，伊着甲你讲讲的，互你会当去解脱。其实袂使甲袂使解，但是结果嘛，为我清楚，害我因为我会跌足起啊嘛，我操，规个乌的，卡卡的，当然我是变数发生的对啦吼，我着甲吞消的是意外。对，规个拢好势，真舒服。啊，面迄个当中经过几年，啊嘛是安尼过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恁人吼，这执有够厉害，这执有够厉害。执就是讲叫做八个意思，执叫意思八个意思，叫做执八。我讲一个实事，有一日阮个在卖房子，卖房子啦，阿妈厝卖房子，有一间房子太高。爱讲吼，伊毋知几岁时阵，讲有一个卖猪肉，啊，即摆就快猪肉卖出去嘞，咩卖猪肉咧上名，安尼嘛。伊讲为啥为啥？我甲你发一个名吼，你即世人食到69岁，69岁，伊69岁尔，安尼啦。但是几岁甲上我毋知影，有一日咧当中吼，伊到千万，啊千只，啊无不落啦，你讲。我过去，啊，讲迄个故事互我听啦。讲今日过，啊，一个卖猪肉吼，啊，甲叫伊，啊，甲伊讲伊个相名，甲讲169岁。啊，我今年吼，67岁啦。啊，那我活过2年，安尼对。啊，大家就说无不弄，讲安怎做安怎做。伊过去咧甲你讲是你无心的，伊甲你讲是这个169岁的数字你无心。但你像说不等你清靠，你做善事，未到你这个就到位数啦，下到延续你的性命啦，你唔要烦恼啦，肯定蛮积累啦。啊，慢慢讲，啊，虽然讲讲用话安尼吼，安尼唔使，但是真久的，一百八十几年，有二十九个死无无，所以你恁人，拢积累外口人出的，那就叫八十，这个积掉。一放掉，放掉。安尼，今日就是咧讲，就讲欲一向积位，
书他写地写，书就是需要他写地写，甲咱哦目的解脱，伊会当甲咱解脱，即个无啦，即个无啦，伊后壁甲你讲无有事情，即个无啦。咱莫想想迄、迄个梦想啦，拢毋望伊啊咧望天顶迄个月亮啦，毋知甲你手顶有只明珠啦，咱甲你一尊佛啦，拢去望迄尊佛啦。即尊佛是伫遮创啥物事？即阵佛伊是伫遮了咧，了咱学习伊个精神，毋是伊要甲你互伊个身份咧，即道理咧。你甲你个身份啦，伊身份闹个身份，到时安尼，所以上解决就是安那。你毋是佛，到尾身份是你家己个问题。你家己随时众生，你感觉你有身份？你家己真是佛，但是你未嘛，你嘛是众生，到时安尼。所以他外国一年一切一年拢总无关系，互你讲外国发出来，互你讲外国什么人，你唔收拢总无停啊。你若要收，唔收免收大发出来，你就成功。但是，所以你发出这背下来是互咱的一个能量，一正能量，咱唔捌，大家讲，所以传道授业之后，你肯定介绍这里啊。其实你成啊唔成是你家己的代志。咱大家多念阿弥陀，你今日脾气一大堆，唔去改变，爱想要变，对不对？念佛虽然讲好，大家念佛依止不落，啊，一句话叫做念佛嘛，就扛袂住啊。哦，啊，你就想要变，所以拢袂想要。所以真正想要当中，就是你家己对你心性变得平安，互你的自信中，面对一切物质内底当中，你念听着声，你袂狂念。看个影，你袂相信，这是是相当恐怖的。啊，这个物件安怎来去碰撞？爱碰撞，就碰撞你听无？个面对，你面对了，你该控制家己个好势。你莫讲，我到到咧你个后壁，你要挡着你哪倒？因为你点着好重，爱去碰撞，爱去碰撞。所以当时佛陀，我先来讲，伊个第四个佛陀达到。人家讲不得不得，我达到三分钟厝边个海西哩，光跑出去，迄就是有在咧碰撞，伊咧心境就好。伊甲讲安怎，若无伊，我袂当成就忍辱道，伊是我成就忍辱道的身体性。所以不得就是去面对着伊，当咧互伊训练，即个心变得安全好些。即个才讲话，即个你甲跑出去，你无即个机会来训练你即个心。所以伊甲你客气做唔是歹代志呢，意思是你的先天性不能接受喏，我要歧视，因为咱把讲话出来，咱要安怎？咱有法通转学生比无？咱讲转业务，其实咱家己自己就已经向办啦，所以这个碰撞的功。但是咱今日今日一贯地做来对当中，咱个碰撞的机会足些，伊咱面对人太济，去到市场啊，拄着。啊，就拄着暗杀，拄着，拄着太太嘛，拄着，面对你的囝囝事情嘛，拄着，面对着社会足侪问题，你嘛拄着。啊，是你的心境的呀，你要悟到什么境，你唔知，你知啊？一波我听到，我一个出，哦，我的时阵啊，听两个老板，迄个啦，我顶几下个，我十几岁时脚跳伊，讲死唔知去了，死到唔知影。阿公，人去到弄门，这个人对应该，无迄个两三日拢无看，去到弄门啊，跪起讲死啊，叫救护车来到上面，来收尾给你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人，以前的变化啦，吼、哦，是真有想的，吼、哦，要、修好过来对当中，是因为爱对家己有功夫，有好物件，当中。不有喜出哈，所以这道堂叫回来，来感觉最好。来，可以过，来继续念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祝祝心来来有祝地性，祝心可以过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祝心来有地性，祝我玉器下面梦念颠倒。我善知识，虽有教授，求不可得。
欲起正真法界观照，一刹那间妄念俱灭，肉色自性，一无即止地地善知识，智慧观照，替我明彻，色自本心，肉色本心，即本解脱，欲彼解脱，即是法界三昧，法界三昧。谢谢妙莲。当然，这段啊，继续来印证头前这段啦，吼。印证这段就讲，当然，咱若照着拢一直在咧执着于迄个善知识，要甲你实做真相，没有实做，根本就无可能的物件。但是，足侪人就是安尼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你尊重善知识。你敬重善知识，这是一个修道人伊本身的理解。但是你唔通要仰望善知识，要哪？要让伊会当甲你超脱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咱真无论对无？哦，迄、那个佛菩萨啦，心量法师啦，哦，还是迄个初学啦，净量法师啦，还是台中较早的迄个对哪？维持老和尚啦，吼、哦，先来要甲讲起，拢总是伊是靠种个有道种个道经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咱唔是讲用着，因为用这实在是有哪些底线，用这嘛实在是当时用无力话作怪，会当收到这地来，而且个信徒来讲起，这嘛唔简单。但是信徒一个问题当中，你唔是讲一直咧用，一直咧追求。你让伊会当，你会当得到，超前超过，是这个道理。当然，咱尊重伊，咱敬仰伊，咱行伊法，照伊个法，予咱在个自信中，这个去活动，予咱自信中这个地位会当提升，会当转世成佛，会当变成成佛，咱是要安尼个，唔是咱一直咧追求，一直咧，人讲一直追求，破坏一直追求，你追求到尾啊，无有实质。哦，行到遐，行到遐，哦，到遐咧敬仰，遐拢无意思。所以咱一定咧呐，啊，做人不够，一定爱对家己内心要有感悟。所以讲，什么原因呢？比如自信内有必修足，你自信在家己有一个小必修在内底，你家己有一，你家己有一个自立的自，迄、那个。自己心的光明面内底，你有些光明面内底，你唔免在咧三外口物件来解斗你成分，你家己就成分啦。你外口三外甲你斗的，安怎斗都无效，是因为你家己就成分啦。你若在三外口物件愈接会愈深，啊你愈迷会愈深，所以这点阿祖别人甲你讲是真好，叫你唔通去崇拜外在的偶像。你要在外在，因为你家己无能量，你今日个招就是怪啦。当你这个怪啊唔灭啦，你马上放下，你肯定就有改变啦。当你今日去你这个刚未到过个刚的时阵，你也招这个牌啊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经过这个刚的时阵，你唔灭就是进这个牌啊，你一定要全放下。当你今日去，你阿个未来的时阵。照着前辈者甲你许多建设，但是你开悟时阵，你要照着前辈者甲你许多建设，你都建设啊，那么去许多建设，安尼不对嘛？咱就像我咱去讲的，我感冒，啊来食感冒药啦，啊感冒药食好啊，啊我再去提感冒药去买食，你食到呛的吼，你食到你只病你难的吼，所以这个道理咱听无，你家己懂明白，人互你病好，但是因为你真正作脆弱。但是需要这药甲吃落去，将伊甲含入去，互你个免疫力强起了哦，咁就再继续食药，唔免啦吼。所以这道理咱得听个了。你家己内，你自心内有知识住哦，你家己有这个光明面内底。咱讲个，你家己当生活个光明面内底，你当去找一个，互你当生活个物件，这叫做路行好未？欲起邪念，妄念颠倒。你今日去起了一个邪念，邪就叫做偏见，
写了更多经典，天天的想，那难做难过，那不一定不会难过。哦，就菩萨无我相、理想、净心相、全家相，这个人变相。哦，就不行，菩萨这种叫做邪理，边界这种叫做邪理，邪就叫无正见，离心的外口叫做邪别不正见，离心的怎么叫做正见？叫做正德。里面心叫做外道，里面心的外口就叫做外道，里面心的内底叫做正德。不能咱拢从外口找外道，要去找一切法的物件，来要创啥？来要执着，这是一个真理啊物件。所以就讲，你家己都有身份的功能啊。你今日去到位去做找个身份，欲去啥物，你得去入去个啥物，安尼叫做妄念颠倒。妄念，妄就是无心嘛，颠倒就叫做颠倒。你家己外道去找谁来？啊，未做麻烦，哦。就我对遮讲啊，咱不能欠命啊，咱欠命叫做找命，咱地骨了叫做找骨嘞，咱就会身份了，要去外口找一个，你个身份就身份，啊，你真正叫做邪门嘛，叫做颠倒嘛，所以救星就是颠倒，就是灭门，是空间。所以嘛，我今日咱透过六祖华经，啊，透过咱求道这个修行理念，一定找到咱的善地性、大善地性。我们喜得变成，我们了解凡夫相，我们识得凡夫道，我们明心，我们见性，咱们到对这个所在内下功夫。那安尼当中，家己在职场靠你看法，家己在职场靠你看法，别人跟你拢无关系，别人在大队和你拢无关系。你家己在职场当人吃，你别人在大队你拢，你要吃爱有钱对，咁是安尼。所以你爱了解，什么是家己？那爱什么？一贯的思想，不是两个对吧？一贯的思想，不是叫你在遐迷信一切一切法，不是变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念经不如当经，当经不如教经，是不是呢？我跟你讲，但是念经的这当经，咱不是讲唔好，念经是。安住咱这个心心，安住咱这个心，我咱这个心能去妄想，我会不会？两边分的四种，就叫做持名念法，就叫做观想念法，就叫做观想念法，就叫做追顶念法。两边里面这四种，啊，这四种怎么创啊？因为人难，你这个复杂的环境，你这个两边的当中，我咱的心量。哦，就是你今晚听的这音，也刚刚起了这种清净心。但是起了这种清净心，就是我今日去看面去，我印度做这面目看看，我感觉爱看了啊，来明了我心的变迁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叫做两经，那两经不如刚经，你也刚就是一般经，或者经，叫做切，经叫做切，切叫做切经。这个客意思讲，上客，上客不多，上客不多，下客有情。另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上客不多，这是众生跟佛的一个沟通的桥梁。他去有情，有情的众生，跟着讲的，你这个感，你这个有情，感就是叫做主感，主感大感跟他人，主感跟有情，安尼叫做菩萨，菩提萨埵叫做菩萨。所以今日去佛经的功名，就是要让你会当去明理，你今日去会当去感不得天来天。甚至你办以后，你会当去度啊友情，叫做叫做。咱如果今日去，咱嘛一直念一直念，念到尾啊，咱家己无了解经义，念到尾啊无明白念呢，因为你家己无下功夫，对心情这个无下功夫嘞，念就成了啦，念到尾你唔捌，念几下都未记，就成了无一只草皮。人家念念都无为，你得罪念就
参加参加嘉宾，你的动作，那边的接，那边的接，那跑边的不要跑边，警察来了啊！啊，你跑边的跑边，别跑边，这居民要跑上去要跑马桥，叫警察来，跑边我你也知影，我就跑边，我动，你头前的接跑动的，他边的接来接，我跑我跑。人家来接嘞，阮头家聊聊讲，哎，这家庭当中，人家来些什么意思？阮头家聊聊讲，伊就唔知这意思，叫伊念这名，到尾了，一只家庭房嘛好袂卖掉，哈，对不对？或者家庭或者其他变钱，伊都唔知影，咁是安尼，伊都唔知阮这什么意思。啊，如果家庭来生，伊敢会不如阮头家聊聊讲掉，是安尼啦吼。所以今日学金，那无明你后壁叫金来无。就当讲逆境必救，敌我说法如法如教，发生影响如何平安？是人咯，所以这点人们了解，必须清楚。所以讲经，哦，不如教经听。经刚安怎啊？就安尼去听，安尼听经，唔是惊伊遐个念，梦想唔好啦哈。因为伊有了这种色受业受。因为有色受的功能，有念修的功能，众生的心包括变造，你安尼念，就带起是色受功能。但是人心要变成，变成这一年，你也透过经典的艺术，就给我加入，让你分离这五蕴，让你看性盖明净，就是修什么？第一就是让你相信，第二你到我一相无相，气的给你变盖，一年天天别生个盖。你未生到解经，这个解未生不了解，解了你哪上行？行嘛，爱行过嘛。那各位跟净德、净德正道啊，净德啊，你这头前一定要一个心。我今日要台北，我今日唔在台北方向，我要哪去？所以我一定要相信，我一定要了解这条路安怎行。这个解叫做理，这个叫做行，弘扬名叫做知行合一。病啊！你想到是你病啊，你感觉。所以大家照着做，你今日去打大包方向，你一定要去坐车，要去坐车。你唔当当讲台北，你到时讲台北，你唔当到台北的，随便讲都不好。所以你要去低改标杆，行一点行，对人轻，或者都是多些教典方向的形式。行就是咧讲啊，碰撞；行就是面对。你这个环境固定一千年来，这当中你要安住这条心，你要运作，你要相信。温和运作，温和的行，这条六五出现，那安好的和谐。所以咱来讲，哦，玉器下面无量的功德，外现地性随有教修，又不可得。一般讲哦。外显地性，咱这是内显地性，那外显地性，这本书还好，叫外显地性。我的信心随有教修，会当甲你攀到受益解脱，但是未容易成道。这点你影响，你若书目引进门，阿来呢？修行靠个人，书目引进门，阿领悟靠个人。比你厉害的，我这个技法比你懂点。你们看我这个手动作会动点，我手比袂了，你们把我这个手动作会了，我这个手就会了。我这个手是因为在跟你比，因为后边迄地你也跟你体悟嘛。文艺就参着这个手，哦，袂了就参着咱明心见性，因为你若要离开着文艺，你要再去明心见性。所以讲外显地性，虽有道修，虽然外口的穿到修养解脱。但你这个我来传开，救不得了，未当救你性命。哦，你让你修你个，一人倒了。哦，叫你背个，叫背你让背个心肠我当，你该操你个，我问你啊，叫你背心肠我当。啊，你若家己要背起来，到时我甲你叫你背起来，你家己有功能啊背起来啊。所以这点在这当中一直解了，你家己会当成佛，但是你唔忙外口，你成佛真无可能。所以呢，
外神必须给你的名字，给你的主人名，伊袂当给你的超凡，这点一定要做清楚。所以救不得了，救不可了，不可得。欲去正真法界观照，一刹那间无明无灭，欲识自性，一切一我即即无明。这点要甲你讲，就是讲。因为欲去正真法界观照，一刹那间欲去正真观照，伊甲你讲，喏，眼看摩登，眼看摩登，那个是一心，哦，眼看摩登，哦，把修化功德，当前就是这样，你把一切的诸事的因缘，这些诸事因缘都会包括它。眼看红灯，你的灯一灯，会心灯一灯，会心灯一灯会心灯。眼看红灯，你这个心看那个灯，你的扮演，你用这个念念修的啊，你无有义对吧？没有恶见啊，无恶。哦，你毕竟呢，眼看红灯，你的心呢都多想一堆。安尼，你这个顶我都开着这个心顶，因为那个，你看我当时看那个顶面，你我都达到所谓的慧心一处，慧心一处，你我都慧心一处，这个慧心一处，因为这个宝顶啊，甲心顶啊，这是一个一处的物件，它没有分，伊无分开的物件，所以今天记者来讲哦。欲去真正真法界，迄、那个正真法界，就讲你今日家己这粒清净的本心，你已经流落出来，你无杂心入来，你没有复杂心进来，无复杂心入来了后，眼看红灯，你迄个当中，当海外顶就无定啊，当海外顶就十定啊，当海外顶就无几多无啊，无几多么就是你就是无几多话，那叫做你跟老佛已经一体了，所以欲去正真。法界观照，迄个当中，你就是一念一真法界，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。哦，这个介绍叫一真法界。所以呢，甲你讲，欲去正真法界观照，一刹那当下，我讲，二目要回光，一电真太阳，眼前观即是，灯下看法，这是。真明路，这个是了解你就很不像，了解，你就很不像。这个故乡什么故乡呢？这个故乡不故乡。一刹那，这个静心发觉观照，你的定出来后，你到无明路已经回心一出地。为什么出定？安尼当中呢，你迄个时阵无念无灭，你现在有啥物念？你已经十遍拢无去啊！你已经拢总无烦无想啊，执着。那你无妄想甲执着的过程内底当中，你是已经马上归入了一心覆盖，一定会心定啊嘛，啊唔清净啊嘛，无十遍入来嘛？啊，你正是了解吗？你唔烦不想吗？你不是四德就还向道了吗？你为修德发扬德行吗？是不是呢？所以这个修行的物件，你跟你讲，讲什么物件？就是跟你讲，咱是要心的，起人一心一心不改作用，你当下起是佛了哦。所以无念无灭，一切物件都拢无念，不得诸佛天王不得，因有因住，因有相有其性，不得讲。能等地天我问你错，你用真正心来聊天，你唔能用迄个旋转心天，你唔能用迄个复杂心天。所以呢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智、如是相应其心。迄个如是的就讲啥物啊？迄个如是的讲成老病死、貌为即逝。迄个如是就是讲，即个静心拍这关照，你已经定了。我想讲。
你今日叫伊来底，当然伊懵懵懂懂，很黑暗。你当然这个会拍，会在了后当中，你是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。你伫伊这来底当中，你拄啊看无第些物件，这叫做真，这叫做正真法界观了。你已经无能量啊，你无能量啊，你把一切物件、一切消，拢甲照见，照见好了，一切消，一切消见的物件。拢伫你心目中动下就消灭去，当下就消灭掉。这叫做哪？若起了真正的帕波尔刹那，没有所谓的时间上的东西。刹那了解就还故乡，试着就还乡道，了解就还故乡，试着就还乡道。我叫你来，听得到西方虽远，听得到请不到，根本在上班背行李，五里千里。今天就把这个讲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你对外方面找十万八千里，等人对内心来找十万八千里，十十五八成你就记住掉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呢，妄念、负念、十五八成就无去啊啦吼！欲识住，欲识住性，一摸即自得。欲识住性，你得认识，是不是见性？当然。一摸即即佛地，迄、那个佛地就是变成，迄、那个变成就是佛地，佛地就是明心，明心就是佛地，安尼听无？唔是，它不是有漏，它是一，没有明心哪有见心？那你见心必定要明心，你若无变，你若无明心，变成那种骗人，那种假，那种家己制造出来，那种妄念尔，那个不是真正明心见性。所以这点来讲，讲我们要很清楚了吼。所以欲识住，欲识住性，必莫知佛地，安尼动法就到佛地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其实这段咧讲定这个物件吼，讲到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，这个物件嘛是真难讲。但是这个物件唔咧讲受用的啦吼，讲到哪里不受到哪里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哩这个讲来，伊是这个差不多。啊，咱等下话，咱两个人吼。谢谢各位。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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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臂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送下十架前一鞠躬，送下各位演员师鞠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